紫苏是什么？紫苏别名白苏，是唇形科的草本植物，它的香味十分的奇特诱人。紫苏生产于中国，之后在日本、朝鲜、缅甸、印度、韩国、俄罗斯等国家流传开。中国华北、华中、华南、西南及台湾省均有野生和栽植的，分布范围可以说是十分广泛了。我们通常采摘紫苏，一般的做法是烫火锅、煮汤与清炒，这样做出来的味道是十分清脆爽口的，不管怎么样做都是非常受欢迎的。在采摘过程中，我们会在手上不小心留下紫红色的汁液，这种汁液来自于紫苏，所以人们也把它当作天然色素原料，它可用于染糕点、梅酱和其他食品。被紫苏染色的糕点看起来色彩鲜艳，更加诱人。